闪闪的黄金戒指、项链、雕工精密细致，但这不是手工做，而是印出来的。最新 3D 列印可以列印金属，价值千万的机台直接印出金银饰品，也是全国首创。应该说它是客制化为导向的一个技术，所以做出来就只有你能够最适合用的。画面中金属粉末层层堆叠，直接印出炫目的饰品。只要有设计师图样，用电脑建构模型跟支架，直接进行 3D 列印，接着除去多余金属粉末，再加以抛光处理，就算完工。传统的金饰还要有开模、手工雕琢等繁琐过程，至少耗时一天以上。但 3D 列印只要有设计图，全面客制化，仅仅半天就能完工，还能节省40%的成本。设计完了之后丢到机器，你只要画得出来，我就做得出来。少了几道工序？大概2到7道，节省一半的时间，然后节省一半的人工的。在我估计，其实成本不会增加，反而会减少。精密的雕工，传统做法耗费人力物力，也有风险。3D 列印一次完成，包括镂空、一体成型、表面微型结构，还有不同材料结合，最难做的通通能做到。完成的饰品几乎毫无瑕疵，但传统手工艺师傅却还是有信心。3D 的部分嘛是得料嘛是得一定爱有人工去修正，好，不去起粗粗嘛，像咱讲翻刷的部分。虽然 3D 列印做工精美，但收尾仍然需要人力抛光整修，而且目前只限小型的金银饰品，人工的弹性仍然比较大。即使师傅年龄断层下，将来 3D 列印饰品成为主流，不是不可能。记者赖冠璋台南报道。